夜曲。你唱什么？夜曲可以唱夜曲。夜曲答对了是吧？当然答对了。没有气球已经答对了。夏天的歌好了，哎，唱夜曲吧。曲目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夜曲啊。我会唱夜曲的。为你弹奏小房子的夜曲，记得我死去的爱情。而我为你隐姓埋名，在月光下弹琴，对你心跳的感应还是如此温热清静，怀念你那鲜红的唇印。有些角色可能他就是很苦，就是从小到大就生长在一个很苦的环境，或者是有一些压抑的事情不能抒发，怎么出戏有这些处理，我们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。我就比较喜欢开车，比较喜欢去加油。第二天正好有个三亚的工作，可能休息了一天去还了个愿。我去三亚拜，拜完才知道原来是个送字观音。我心想，那个拜的时候，我插香的时候，他递到我的手，我说是不是观音菩萨让我应验了？我许愿之后，他递了蜡在我的手上，我觉得挺对，就挺真的。拜完之后，我求姻缘非常灵。当然得去啊，我每年都必须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得还愿，还完愿我再许愿。